Miss Ai， 给我们三个大原则，成为一个自己创业的人来得到成功。第一条简单，如果呢，你的工作是只有职业选手可以做的话，谁都没有办法成功。让所有参加的每一个人都很容易上手，让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成为职业选手。去照顾你的朋友，你的下线，让他们协助他们，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功。那 Dreamcatcher 这个公司，它第一个就是让所有加入的人都不受到伤害，让所有每一个人呢也都可以赚得到钱。在这传销30年当中的经验，我觉得就是善待下线。现在的传销界里面，尤其是在日本，水平呢年年往下降，不像以前来得好。它的潮流、它的动向、它的品质呢，不像以前20-30年前来得好。所以呢，我们创造了新的系统，我们把不好的全部把它删掉，而取里面好的部分。在我的感觉里面，传销界里面要越简单越好，越容易复制越好，然后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也可以很容易的去学习了解。最后に、本当にマレーシアに初めて来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こんなに素晴らしい国っていうことを本当に身に染みて感じました。ドリームキャッシュ参加いただける会員様に本当に多くの収入を取ってほしい。そして売り上げを本当にど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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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さんの力を借りてあげて、マレーシア政府にたくさんの税金を納め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我希望呢，我们的 Dream Cash 在马来西亚可以帮助很多年轻人创业，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可以赚到很多的钱，而且我们希望他们赚到很多的钱呢，可以去拿很多的税金，可以提高他们生活的品质。这是我们 Dream Cash 进马来西亚呢第一个目的。今天非常谢谢大家。